伦敦有一座文艺之岛，英国国家芭蕾舞团、艺术画廊齐聚此地。呢座岛聚是文化艺术的聚集地，岛上的岛民都是来自全球各地的文艺爱好者，形成一个兼具创意与活力的河畔社区。呢度就是有伦敦曼哈顿美誉的 London City Island。坐落于东伦敦核心区域 Canning Town， 西有金狮奖码头金融城，东有皇家艾尔伯特码头与 O2 体育场隔河相望，拥有三面环水的独特地理特征，俯视睇就好似屹立在伦敦都市中的一处超然岛聚。紧邻自然生态极佳的 Waterline 公园，为住户提供自然不同的生态景观。同行人特别设计的连廊天桥，使 London City Island 成为交通最便利的时尚新领地。仅两分钟步行可达 Canning Town 地铁站专属入口，提供多样便利出行选择。搭乘银禧线，四分钟直达金狮奖码头，十一分钟抵达伦敦桥，二十分钟直达邦德街。乘坐轻铁只需六分钟，即可到达伦敦城市机场。十五分钟抵达老金融城。此外，伦敦知名 G5 大学 LSE、UCL、KCL 乘坐地铁亦可快速到达。自英国国家芭蕾舞团迁移此地，走进小区就能够感受浸入式的艺术浪漫。此外，小区内的 Trinity Square 常年举办各种活动，社区内的艺术中心、画廊、店铺、餐厅以及咖啡厅都将 London City Island 注入更多的创意元素，形成一个年轻富有文化的滨河社区。 London City Island 周边生活配套设施齐全，包含 O2 体育馆、 Icon Outlet、 西田购物中心以及金狮奖码头商场等。从饮食、购物到休闲娱乐，绝对超出预期，满足日常所需。项目由英国著名高端楼盘开发商 Etoward Barrymore 规划开办，占地 11.56 英亩，共有1706套新居。所有住户都将成为 City Island 私人艺术俱乐部的会员，会员配套包括24小时礼宾服务、健身室、SPA 水疗设施、户外泳池和花园等丰富多样的休闲放松选择。入住 London City Island， 享受伦敦独一无二的时尚文艺河畔生活。